我们灭了第一座塔，第二座塔要灭掉了吧？这对于没有玩 LOL 的观众会有点看不懂哎、欸。哦，第二座塔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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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起来了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反正就是看到一堆数据在变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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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点击爆发哦，我爆发，这谁？李欣，好，蛮好玩的，是很好玩啊，因为这样看看看看看，会觉得很好笑。哎、欸，龙啊，龙一直被抢走啊，这搞什么、啊？结算，哎、欸，结束后，我要来那个训话。这江狗到底冲压小，龙被抢了三条，你狂骂有没有？奥巴马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八龙八虎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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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赢了哎、欸！奥巴马，你在干嘛？你伤害最低耶、欸！啊，怎么就他经验最少？因为他是新来的嘛，队员人气。哦，比赛是要健身恢复活力，毕竟状态最好才能发挥实力哦，所以不能在太累的情况下比赛，是不是？手忙脚乱，乱的操作。头疼，减五反应，减五细节，九一九，不用夜啦，这个一定会赢吧？这个要输也很难吧？新手哎、欸，后面输了就开始开骂了，就过来冲他。哦，切磋赛就有奖杯哦，这么好。灰狐邀请赛获胜了，尽情的亲吻冠军奖杯吧。因为昨天比赛表现真的有热情粉丝来送你了，吼吼吼！哇，送钱哦，这么棒哦，我也喜欢哎，我也喜欢这个礼物。小黄书不是吧？小黄书吧，那种杂志。吼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？钱又是钱，没想到收到这么多礼物的，刚才那样啊！大家喜欢钱都是这么明显的吗？不过你有
没有发现有的队员昨天比赛后养成了新的习惯，有吗？其中坏习惯会使队友他不能下说，我们会安排哦，就是昨天那个扣十趴什么那些嘛，事不宜迟就开始工作，领导生活辅助来清理坏习惯吧。工作、领导、生活辅助啊？你确定是辅助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？哦，哇！你翘着二郎腿辅助哇！他可以选吗？哦，可以耶！舞蹈训练开始。这啥？你得到一名新的队员资料吧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下一位，收到新的赛事邀请，做好准备吧。你好，我是光能的主，看着你们挥舞动作，比赛后一直这样，有机会切磋切磋吧。有什么问题来啊？管理人员，我的队员，不是啊，刚刚那个在哪里？队员市场，啊，刚刚那个就不能用了，是不是？掌上大联盟，今天报道依然是步步可爱战队。他们虽然进步不久，但一做的做法就是好。生活辅导关闭，赛事关闭，菜单目标已完成。哦，还好我早点点。Holy 嘎仔，还有什么？两次队员特训关闭。队员，这是什么？潜行者进行 gank 被敌人的几率减25%。哼，对敌人造成伤害加10%。我可以加欸，没有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消耗的出手几率加25%，这干嘛？落枕哦。资源市场，我的资源。哦，不是啊，啊，刚刚不是有人来面试还应征什么的？再来一次。作为全球玩家生活方式潮流品牌，我们雷蛇将始于玩家，赋予玩家融入每个产品。因为近期会推出一款全新鼠标，所以想请你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赞助商了，我们现在一名专业的助理职员，由软软管理人员聘用管理。人员资源市场，奈德利，哦，好便宜哦！哎，周，等下是周薪哎，我钱会不会没有啊？现在有了奈利助理加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和赞助商进行，每个赞助商都会提高战队的工资上限，这是我们获得更多。不同赞助商会在比赛后不同的工作点数。既然对方是工作助理赞助，工作助理赞助商，雷蛇开始工作领队。哦，在这啦。不过，最高峰值与高手等级有差距，不能超过一个 字母阶段，一旦变强行。如果想要持续培养某个队员的话，快来成为一名约战高手。什么叫约战高手？我们再培养我们的上路、上单高手，赋予没有约战，没有。哎呦喂！哇哦，1000块！花了，哎呀，修爬，糟了，我在花什么钱呢、
补刀训练，补刀 ADC 密德 Top 补刀、哦、ADC 跟中路开始，我要乱花钱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哦！是十万啊！我刚讲什么？100万吗？钱钱哦，我刚刚为了怕他太吵，我刚撒一大堆瓜子给他吃。哦，以前没有啦，我说万吧，这是所以这个是听好消息坏消息吗？合同细节，靠！我是不是感冒了？有了赞助商的背后支持，战队的资金收入也有了保障。既然战队营运已经步入正轨，我认为是时候开启我们基地了。基地就像我们队员的家，关系的这个方面，让我们从卧室开始建设啊！现在拿出我们的新建图纸，打开管理。我怎么看成卧槽啊？哦，队员卧室啊，真的是什么都要钱呢，真是现实。英雄克制，哎、欸，我花钱哦，你给我认真一点学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不行，没有钱了，浪费钱。特训完成。再来一次，开始。拥有的点数不足啊，不够了。那这个菜单目标已完成，已完成。进行两次队员交涉，通过休闲提升三名队友的技能。哇，还要赢得哦！好，太棒了！没想到竟然有一个大联盟推荐，这个是我们今日的第一步。大联盟，所以完成大联盟是站在要求的，加油吧！好、哦，有赞助商来进行交流，来看看吧。忍者键盘，好吧，有什么问题？工作嘛，管助理嘛，赞助商嘛，管理键盘嘛，开始。啊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哎呦呦呦！交涉完成，电竞支持，合同时长。哇！所以这样算有吗？交涉，不要，没钱。又要12点啦，这干嘛？在和周围的人最近是因为他对电影中的赞不绝口，你认为男主角真的很精彩？你认为大盘盘这个是的，特别是最后一幕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我觉得有时候反派才能衬托出主角呢。什么阿哥？你剪片的时候是可以听到，但是我不相信会剪进去。啊？获得了习惯，哇！习惯是这样获得的哦，哇！先赚钱。工作领队，生活辅导，坏习惯，独狼是怎样？坏习惯，我们来练补刀吧。ADC support top 我想好笑欸，要不要给那个江口练补刀训练有没有？这样子他抢龙是不是比较稳的？有没有重击抢龙比较稳？应该这样练吧？是不是？我的理解不理解啦，我的想法应该是正确的吧？耶！哎，不对啊，那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不是啦？那如果我刚刚不是有个越战高手吗？啊，我刚刚这不是快好了？啊，我们约一约不就？55%开始，我们约完就去比赛。可以再高一点吗？都花钱让你去学东西了，哦，有啦有啦有啦，耶！ Yeah! 使用新技巧，对野怪造成伤害加15%，受到野怪伤害减15%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进行 gank 值，哦，保留技巧，使用新技巧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吧。被野怪打死，我就将他钱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目标完成。赛事好啦，我们去打架啦。报名。一天后。好的。评分87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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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跟我想的差不多。生活辅导，隐形是什么？没有赞助商，教练，我们来练补刀吧。这游戏也不算挂机啊，这游戏就是经营啊。哦，好了，我们明天打完比赛就准备去麦块又押韵。城中的剧院最近正在演莎士比亚的经典《哈姆太郎》《哈姆雷特》。
很感兴趣，想要你一起观看。不过订票之前想问你，剧中的主角哈姆雷什么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我没有看。哈姆雷特骑士吧？是吗？快救我！干你们就三个答案吗？公主、王子、骑士。Google 一下好啦，我想说，你们比较，你们会有知道哈姆雷特身份，又名《王子复仇记》。王子，干问你们干嘛？真的是 Google 就好了、欸。感谢 YIK 的答案，感谢你，没有你我就猜不到了。你在嘴啊，你在嘴啊，你在嘴啊，妈低能。比赛咯，布布加油！跳过，啊，好紧张啊！又要比赛啦，更多属性，75，75，75，还好哎、欸。这个是什么？换中路不行。禁用角色，我看一下哦。他鳄鱼，鳄鱼用，鳄鱼变掉。伊泽，伊泽变掉，在哪里啊？选英雄啊！我们上一场没玩到杰西，给你杰西。那我们还有谁是比较强的？没有三星的人，我们的名，我们的锤石被 ban 了。好啦，雷兹，他英雄好少。好，我要废了你的 AD， 我废你的 AD。选择一名英雄，我剩这只了，那再选一个檀木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怎么说这个飞车？好啦，我们就这边都加速吧，反正大家都会玩英雄联盟，我相信大家。可是他上一场雷子很雷，不会啊，上一场输出很漂亮呢。哎呦，我们的看，我们来看大爷。哦不，雷子死了！妈，他这很雷。哎、欸，他越塔，这个我真的要骂人了、哦。中野联动嘞，我们的中野联动嘞，是不是没什么头发的都会死啊？哇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因为第一场胜利造成我的队友膨胀了，怎么办？辅助抢头、哦，有啦有啦，他杀回来了，请不要膨胀好吗？教练在不开心了哦，教练要摔板凳了哦，没有血就给我回家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快跑快跑！什么可爱队的？可爱队的雷兹？哦，我看懂了。有了有了有有，塔拿下来了，应该可以赶上吧？要八点了。
哎呦啦，哎、欸，他雷兹真的是后期猛起来的、欸，哎，320了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总记得他的，我们的李信应该刚刚应该是死蛮多啦。哎、欸，没血就回家。哦呦，他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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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 ！AD 送头 ，AD 送头！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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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龙掉啦！江狗在混呐、啊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他不是 man 杰西的吗？怎么 man 到这样子？我看起来他好像比我还不会玩030哎、欸，表情符号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李星 MVP 了吧？哦，活起来，活起来！哎、欸，活起来不是叫你膨胀啊？哦哦哦哦哦！哎、欸，这样看真的其实还蛮刺激的啦！哎、欸，雷兹，完了，我下一场不敢玩雷兹了，是要灭了啊！好了，我们已经猜到他们水晶兵营了。哎、欸，这坦克其实也很猛哎、欸。这个 ADC 哎、欸，他们的数据一样 ，AD 跟那个 AD 跟辅助数据刚刚是一样的哎、欸。如果是 AD 送掉的话，就真的又一模一样哎、欸。哦，不一样了。哎、欸，就这样赢了。好，我们59分了，我们要过去了。经济曲线，我们一开始真的是很惨啊！哇，这个数据，哎、欸，可以的。其实他雷兹伤害很高、欸，哎，还好让他玩雷兹。耶、yeah! ！暴走，他是谁？江狗，对啊，我觉得他。探梦哎、欸，没死过哎、欸，焦虑队友人数落头，哇，这个很惨哎、欸，而且又是撒破身上，又赢啦！感谢各位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要换麦快了啊！白痴，八点了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在哪集合？嗯，今天在哪儿？还是今天根本没有要玩？我的天，我看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的 DC， 我怎么没看到人？啊、阿年维啊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、喔，掉下去了。阿年维啊，我刚看到阿米狗那边去了啦，想说怎么没人？哦，你想等你啊？一点十四哦，好，我刚在打电竞啊，好好玩啊。耶！打电竞什么电竞？电竞传奇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你说看他们在那边打就是了，对，还蛮刺激的。哦，你在秋风之前玩那个，嗯，这样有你谁啊？这样有你谁、啊？好看吧？好奇怪啊！你变性了？对、啊，有点变性了，不习惯。好啦，认真说，你现在这个比较像是衣服了。你之前就是把那个草地铺在身上而已，现在这真的有衣服。有没有圣诞节新造型啊？只是你为什么要穿蓝白拖？我哪有穿蓝白拖？真的耶，是蓝白拖耶！我这个是布鞋，原来是蓝白拖。哎、欸，是凡没有你这个很接地气啊，蓝白拖不得了。这是布鞋。那你不要外流 IP 哦，小心哦。我难得长这么好看呢。哎、欸，你这是比较像人了哎、欸。
你真的难得长这么好看啊。对啊，原来你长那么好看啊。哪有？原来你人模人样啊。我之前也很好看啊。那是酱油样。你干嘛呀？酱油样。我还会秘技耶，头发分开之术。我买块，你的马尾断了，你马尾断了，马尾断了，头发分开，这里你要画一下的。欢迎娜姐，慢慢来。这个有人不知道这怎么玩吗？二零零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下面箱子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那就等你来啊。这箱子没有特别啊，每年那个、啊、每年圣诞佳节时间。他的箱子都变成这个材质吧、嗯啊、不是啊，我是说下面箱子的内容下面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所以镜子看哦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好、哦、没有问题、对、这个大箱子好像棺材哦、我靠。